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吴磊。骑车呢，是我最喜欢和经常进行的一项户外运动。而这几年因为高温天气，有不少时候不能舒适骑车，这让我体会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其实并不遥远。今天是六五环境日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助力双碳目标，应对气候变化吧。讨论本身也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一种气候行动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在哪一刻感受到了气候变化，也在影响着你的生活。你的分享也许会成为我的气候行动灵感哦。地球的生动源自你我的行动。